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我非常之荣幸能够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同大家呢报告一些我自己在伦理道德修学方面的心得。咁我哋嘅老師啊，淨公上人啊，同我定咗今日嘅講題。佢同我定一個大講題，一個小講題。一個大講題咧，係純正純善和諧世界。咁啊，我所有嘅啊，將來所講嘅課都屬於呢個大講題之下嘅，可以講話聖賢嘅教育啊。如果係用四個字嚟代表嘅話，咁即是係純正純善。因為人啊，同埋聖賢啊，凡人同聖賢啊，其實根本上啊是平等的，沒有差別的。差別，如果是講差別呢，那就是他們的用心不同。我們凡人呢，用心啊，往往都是離不開自私自利，名聞利養，心裡面呢，都有一種貪、嗔、痴、慢這些煩惱，所以生活在煩惱痛苦當中。聖人呢，無論是儒家所說的聖賢，好像孔子、孟子這些是聖賢人，或者是那個道家所說的這些成聖好像老子那樣，或者是佛家所讲的成佛成菩萨，乃至其他宗教所讲的与神同在，做个义人，无论是你怎样称呼这些圣言，我们都知道他们用心就是纯正纯善。那纯正呢，就是心里面沒有一點污染的念頭，他所想的、所想的呢，都是為天下蒼生，真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種思想。因為他不想自己心裏面清淨，就不會有得失的念頭，當然呢煩惱就不會有。咁佢起心动念想做事情嘅时候咧，就纯善啦。唔做事嘅时候纯正，做事嘅时候纯性纯善，用心就系同凡夫就唔同。咁心地真正做到纯正纯善咧，我哋睇呢个世界就系和谐世界。因为个世界点样样咧？完全是我們的心態決定的，所以和諧世界從哪裡做起呢？要從心做起，這些才是真正聖賢的教導。在佛家裡面所說的極樂世界，這個基督教、天主教所說的天國，這些真正是做到和諧的世界，裡面生活的人呢，真正做到純正純善。所以真正說把純正純善做到極處了，我們放眼一看呢，原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確實是和諧世界，確實是極樂世界。那當然这一点
道理啊，我哋虽然话有少少理解，但系咧从边度做起咧？我点样去落实咧？咁今日咧，我哋所讲嘅讲题啊，就叫做纯正纯善嘅根本孝道。这个也是我们老师净空上人所跟我定的题目。从哪里开始做呢？从根本开始。根本在哪里呢？就是孝道。这个儒家的教育把孝道放为第一，称为孝啊，乃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即是你的孝道啊，是道德的根本，一切的教育呢，要从这里 出生的，从这里开始的，那你看看佛家的教育，也都是这样，这个乃至是其他圣贤的教导，都是离不开这个根本。所以我们真正想说养成纯正纯善的心态，是要从这个孝顺父母开始做起的。对自己的父母能够全心全意地孝顺，不为自己着想而为父母来着想，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呢就会少了，做到极处呢就能够得到清净，这个就是最大的善。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倡要构建和谐世界，这个和谐世界从哪里落实呢？亦都是要从孝道开始。我首先呢跟大家呢讲一个古老的故事。首先要跟大家讲一声，就是我的广东话呢不一定很正的，我就尽量呢慢慢跟大家介绍，如果咬字不清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见笑。咁这个古老的故事啊，确实来讲差不多是每一个懂得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的，但其中的道理啊，是不是个个人都能够清楚明白呢？就不见得了。这个故事是讲在4500年前，我们古老的中国出现了一位圣人，他的名字叫做舜。这个舜我们知道当时是我们中原地区的皇帝天子，当时呢是尧王传帝位给舜的。咁舜呢，佢是出生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佢自己的亲生母亲呢很早就过世了。咁佢的父亲是一个糊涂人，不明事理的。那他后来呢娶了一个这个继母，舜的继母。这个继母后母对他呢真的很不好，经常虐待舜。连住他的父亲一起，加上这个后母后来又生了一个仔，即是舜的弟弟，几个人一起呢来迫害舜，甚至想将舜置于死地。有一次呢，舜就出去开工，去到这个井里面做事。舜落了井之后呢，他们几个人竟然很狠心地要把这些土石埋到那个井里面，想把这个舜埋死在里面。好在舜呢真是这个有上天保佑，他事先呢已经得到消息，
是他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讲给他听，知道他父母可能会害他，所以事先呢就挖了一条通道，在个井里面挖了一条通道呢通了出去，结果他出了去之后呢回到你家里就好像没事那样，这个他的后母见到他回来吓了一惊，哎呀这个人为什么又回来了，但是见到信呢这个好像一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还是这样这个孝顺自己的父母，不单止是行为上没有表现出不满怨恨，而且心里面都没有一些怨恨的念头。后来呢顺有一天他的爹地妈咪呢叫他上个草房做事，结果上了这个房顶之后他们在下面呢竟然把那条梯就抽了去，然后就放火烧那个草屋，想把这个顺都烧死，顺又是早有预备了，他又拿着两个这大的那些那些好像斗棚那样的一个大斗笠，从那个房顶就拿着个斗笠呢就跳了下来，好像个降落伞那样慢慢降到地下，他又没有死。你看看他的父母三番两次要迫害他想把他置之死地，但是顺呢他一啲怨恨父母嘅心态都冇，点好似话依家啲人，啲年青人爹哋妈咪闹佢一句佢就受不了啦，要离家出走啦，所以顺嘅呢种德行真系叫做感动天地，顺传说佢出到山里面做嘢嘅时候去耕田这个大象从山里面都跑出来跟他耕种，这个雀仔都去含住那些种子跟他播种，你看他的孝心这样感动天地万物，当然更能够感动人心，所以当时呢皇帝天子尧王听闻到有这样一个大孝子好高兴，他就请人来找舜出来帮他治理天下，因为尧王他有智慧，他亦都是一个圣贤人物，他知道忠臣出孝子之门，在家能够孝顺父母的这种孝心移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一定呢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所以孝心和忠心是一条心来的，它不是两个心，所以有这样孝心的人一定要请他出来为国家服务，治理天下，这个是人民的福报，所以请舜王出来做助手，出来呢为他治理天下28年，尧王呢把自己两个女儿都嫁了给他，后来呢还把自己的皇帝位传给舜，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禅让。所以我们看到舜可以说得到了成功的事业美满的人生，咁佢用呢一种孝心嚟治理天下呢，使到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真係做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做到真正做到和谐社会。咁佢嘅成就係从边度嚟嘅呢？这个成就我哋睇到是他这个真诚的孝心
純正純善的孝心，看見自己的父母這樣對待我，絕對不會怪罪父母，是返回來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自己。所以他想的是我自己沒有盡到孝，所以父母呢才這樣對待我，我肯定呢做得不夠，我要繼續改進，天天進步。有這樣一種心，這個是純正的。咁孝顺父母嘅工作就係纯善，有呢种纯正纯善嘅心喺屋企里面培养起来啦，步入社会，走上自己嘅工作岗位，自然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古人所讲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即和平天下，我们现在讲的构建和谐世界，从哪里开始做呢？从治国开始，治国治理国家又从哪里开始呢？和谐自己的家庭开始。你要和谐自己的家庭要怎样做？修身，使到自己真正能够做一个好的样子。修身从哪里开始呢？就是诚意正心，这个心就是纯正纯善的心，就是孝心。所以弟子规我们知道的，这个是中国可以说传统家教里面的集大成者。上面他讲到一句话，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言。就是说父母相亲，他爱我的，我要孝顺父母，这个不是难事。难就是难在这个父母对我是这个不好，甚至憎恨我，好像顺这样迫害我的，我都能够孝顺父母，这个才是真正的贤能圣贤。所以顺他做到了，他成为圣贤了。在四书中庸这篇里面讲到，子曰，即是孔子讲，顺其大孝也曰，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报之。你看看孔子对舜是极度赞叹，说他呢这种大孝使到他能够在德行上面成为圣人，他的尊贵成为天子，他的富有当然是四海都是他的天子嘛，甚至子子孙孙都能够保他的家业，都能够得到后代的祭奠，有这样的一种成就，从哪里来的呢？孝顺。有人说了，哇，好像顺这样的孝心是我很佩服，佩服到五体投地，但是我做不到这个父母骂我一句我还是会生气，那怎么办呢？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说我一定要学顺这样做圣贤人。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因为他不懂得真正的道理。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格这个诚意正心前面还有两句是格物致知，格物即是隔除自己的那些物欲，那些自私自利的念头，跟他格斗，放下
自己自私自利嘅念头，咁就能够咩咧？开智慧，自知就开智慧。开咗智慧之后，佢就能够明白圣贤啊，同我哋一般人咧冇咩差别噶。啊，好似先头讲嘅平等嘅。啊，你睇下呢个佛家都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嘅智慧德相。换句话嚟讲咧，我哋一般人啊，同佛啊系平等嘅，啊冇咩区别嘅。啊，佛有佢嘅智慧，佢嘅德相，啊佢嘅德就系道德，啊相即系相好福报，啊佢有我哋都有，啊我哋一啲都唔少过佢。啊，呢个儒家都承认，但系孟子讲得好。人皆可以为尧舜，啊，即系尧舜呢个系儒家最推崇、最推崇嘅圣贤人物啦。啊，孟子讲话你都可以做啊。啊，点解咧？因为我哋自性同佢平等啊。啊，我哋最初嗰个本性同佢系冇咩区别嘅。啊，三字经都讲啦。人之初性本善啊嘛，啊呢个人冇话系啊圣人啊先系性本善，我哋凡人就冇性本善，唔系人，只要你系人，你个本性就系本善嘅，就系纯正纯善嘅，啊咁你做到纯正纯善咪得咯，啊咁就可以成为尧舜咁样个圣贤人物啦。啊，就可以成为好似释迦牟尼佛咁样嘅，啊，佢嘅嗰种智慧德相你都有啦，啊，咁从边度做起呢？孟子仲有一句话，佢话尧舜之道啊，孝悌而已，即系话我哋如果真正明白呢个道理啦，同尧舜啊，其实我同佢系平等嘅，咁依家我仲未做到尧舜咁样嘅圣贤，点解呢？因为呢我仲有好多烦恼，好多习气要开始修。怎样修呢？行孝开始。啊，不孝心，啊，做到圆满了，这就是纯正纯善的心，啊，就恢复到自性本善，啊啊。不孝心做到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所以尧舜之道啊，啊，所以想做尧舜啊，系咩方法呢？孝悌两个字，孝即系孝顺父母，悌即系尊重自己嘅啊尊长啊，有爱自己嘅兄弟，呢，这个就系孝心嘅延伸。啊，咁呢个系讲修身啊，我哋想真正做圣人，从行孝开始啊。啊，咁我哋问啦，啊。我依家明白哦，纯正纯善基本根本就系孝道啦。咁和谐世界呢根本又喺边度啊？哎呀，仲系喺孝道啊！呢，这个问题啊，其实系2500年前啊就已经开始讨论啊。呢，这个构建和谐世界啊，你睇下2500年前啊，孔子同佢学生已经进行咗一次。好精彩的讨论啊，怎样构建和谐世界呢？啊，咁有一天呢，孔子和他的学生一起坐啊，因为孔子是老师嘛，日日都上课啊，啊和自己的学生呢啊每日都在那里倾偈啊，教导他们啊，咁呢一天呢，他就问座下的一个学生叫做曾参。曾参呢，我们知道他是曾子，啊，传说他是四书里面大学的作者，啊，很有成就的，他是孔子的传人，啊，这个孔子问曾参，他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与之之乎？啊，这个是考他，啊，问曾参，
你知唔知道啊？那个先王即系古代啊，啲圣王，好似尧，好似舜，呢啲圣王啊，佢哋有一种啊至德要道啊，即系至高无上嘅道德啊，好深嘅呢个道理，能够点咧？构建和谐世界啊！你看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大家说是不是和谐世界呢？使到天下都和顺，这个人民都能够生活得这个美好和睦，上下尊卑贵贱都不会互相怨恨，这种就是现在讲的和谐世界嘛。如知之乎，你知道吗？咁当真心听见孔子咁样问，佢就立即从座位那个上面企起来，行到老师面前呢，向老师行礼，咁同老师讲，话我真心并唔聪明，我点可以知道呢个先王嘅至高无上嘅道理呢？咁啊，请师父呢个老师咧，同我咧好好说明。你睇下真心对老师咁恭敬、咁谦虚所以真系可以受教一个人想真正学到嘢，最关键系个态度问题佢能够好似真心咁样谦虚恭敬，咁佢先学到嘢所以他不愧为孔子的传人，从他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尊师重道这种态度从哪里养成的呢？我们知道呢，真心也是一个孝子来的他，你看二十四孝对他的事迹有记载，他对他的妈咪非常之孝心念住心有一日呢，他上山去工作去打柴，屋企里面来了个客人他妈咪一个人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接待心里面就很急了，一急呢就不知道想怎么就咬自己的手指一咬呢就痛嘛，十指连心嘛结果他一痛，真心在山上就感觉到痛，心乱着心所以哭到这样，所以他就立刻回来OK。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真心因为他是一个孝子，所以他才能够真正尊重他的老师，这个孝心孝养父母这种心同尊敬老师的心亦都是一条心真正能够孝顺父母的人，他才可以尊敬老师所以孔子 见到真心这样恭敬谦虚的态度，心里面很欢喜有这样的好学生太难得了，所以就立刻和盘托出把他的那种学问道德传授给他所以孔子就跟他说了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你看两句话开门见山和盘托出，先王的至德要道是什么呢？就是孝道因为孝道是德之本，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育都由此出生，所以孔子和真心就讲了一部孝经这个孝经也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十三经里面我们知道有六经六经呢其实是真正以经来命名的只有孝经
啊，点解咧？因为你嘅经字啊，唔系咩书都可以叫经噶喎，啊，经系一定系恒久不变，啊，千千万万代，啊，佢嘅道理都不变嘅，啊，放之四海而皆绝皆准嘅呢啲道理，先可以叫得经嘅，啊，所以证明啊，孝道呢个道理啊，啊，可以讲话古今都适用，啊。东西方都适用，啊，佢冇时空嘅限制，佢系超越时空嘅，啊，所以孔子所讲嘅先王嘅至德要道系乜嘢呢？啊，一个字搞掂啦，孝，啊。所以真正把孝做到圆满啦，啊，佢就能够自己修成纯正纯善，可以成圣成贤。啊，对外呢就自然能够话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所以呢个道理非常非常之深。啊，咁孔子呢讲话呢个孝道啊系有层次嘅。啊，第一啊，夫孝始于事亲。啊，即系一开始第一个层次啊，奉事相亲。父母，第二个忠于事君，啊，第二个层次即系对自己嘅国家啊领导啊忠心耿耿啊呢种忠心忠诚啊啊呢个孝嘅第二个层次啊，最后忠于立身啊，即系最高嘅层次，终极噶啦，孝道系乜嘢呢？就是修心啊，修身，养成啊纯正纯性呢种心态啊，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啊，使到自己嘅父母能够光显。古人讲噶，光耀门楣啊，呢个系大孝啊。正如我哋呢个睇见古来嘅圣贤。啊，你睇下孔子、孟子，啊，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乃至其他宗教嘅呢啲圣人，都系行大孝。咁，啊，所以第一个层次咧，就系事亲啊，孝顺父母啊，呢、这个层次啊，系最基本，亦都系最重要。如果不能够孝顺父母啊，就唔好谈话忠于祖国啊，更加唔可能话佢能够立身行道、成圣成贤啦。啊，所以我哋从头开始讲啊，咁孝养父母。咁讲到呢点咧，我就谂起啊一首唐诗。啊，呢首唐诗咧系我嘅妈咪啊啊教我。读的第一首唐诗，啊，我在很小的时候，啊，我是亦都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啊，我是独生子，啊，父母呢都有工作，啊，都是，啊，一般的，啊，企业的工作人员，啊，那父母落班回来呢，啊，那我爹地呢是负责呢做家务，啊，煮饭，我媽咪咧負責教我讀書，咁我喺啊呢、这個好細個嘅時候，啊三四歲嗰時候咧，我媽咪就教我讀啊呢、这個念字啊讀詩啦。啊，呢首詩係我學識嘅第一首詩。啊，咁我係廣州人啊，所以從細咧都係講啲廣州方言啊、廣州話。啊，咁啊～我媽咪咧係教我呢首詩，先教識我講啊國語嘅。啊，咁依家咧反而我好慚愧嚇，啊，國語反而講得比我廣東話仲要好啊！呢個鄉音都已改啊！嚇，咁呢首詩對我人生啊非常之特別啊！啊，咁我首先咧同大家念一念呢首詩啊，然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一啲感受。呢首诗就是著名的唐诗啊，《游子吟》啊，孟郊所写的。
师系咁讲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灰。咁呢、这个呢首诗咧，你睇下讲嘅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生活画面。啊，呢、这个有一个游子啊，佢要出行啦。啊，可能因为出去工作啊，或者咧出去留学啊，佢要离开家庭。咁父母当然唔舍得啦。啊，咁你睇下呢个妈咪啊，慈母啊。就在灯下咧，同佢缝制呢个衣服，啊，密密咁缝，啊，一针一线，好认真。佢点解要咁样密密咁缝呢？因为佢知道，游子啊，出到去外边，如果呢个衫啊缝得唔好啊，啊，呢、这个线开咗，啊，生活就会带嚟不方便。啊，所以咧，密密咁缝。缝得好实净，啊，使到游子啊着得咧好舒服，啊，咁心里边咧就希望自己嘅仔咧啊能够啊早日咧完成喺外边嘅工作啊或者学业，啊就能够翻到屋企，啊，你睇下呢个咁简单嘅一个生活小事，啊，我哋睇见诗人啊已经把。慈母嗰种爱心啊，啊表达到啊淋漓尽致啊，所以诗人喺最后咧表达一种抒情啊，谁言寸草心啊，报得三春晖，就系话呢个游子啊，呢、这个孩子啊。好像一个小草一样，啊，他从小到大接受太阳阳光的啊温暖而成长，啊，咁有一天呢突然间呢个小草长大之后，他想到，哎呀，我之所以有今日啊，全靠我的啊爹哋妈咪的养育之恩啊，我要报答啊，啊，所以他想报答太阳。啊，三春的这种温暖的恩德，那大家说这个小草能不能够报答尽这个恩德呢？啊，报不尽的。那当我学习这首诗之后呢，啊，那时很小都不理解其中的用意，啊，意思，啊，所以我妈咪教导我呢，教导我第一首诗就是教孝道，啊，教导我父母和子女的亲情，啊，父子有亲，啊，这个父子有亲是纯正纯善的根本原点，啊，所以我妈咪很有智慧，啊，这个种子种入了我的脑海里面。咁几时突然间开始有啲领悟呢？吓，啊，系上咗大学之后，啊，我从细到大由我父母抚养，啊，特别系我妈咪非常之懂得教育我，啊，辅导我咧呢，这个由小学考上啊喺广州市最好嘅中学啊华师附中，跟住喺中学咧考入。当时啊，我哋广东省啊重点嘅啊大学中山大学，咁上咗大学之后咧，我就突然间谂起啊，哎呀，我之所以能够踏入大学嘅殿堂，因为嗰时啊想入大学都唔简单，唔容易嘅，啊，有今日啊离唔开啊父母对我嘅心血啊呢个培养啊。所以我就寫了一個學卡，啊，送给我媽咪，啊，這個學卡是這樣寫的，啊，我說親愛的媽媽，回首往事，你十數年的培養才使我
能在这岭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读书，使我在中大最好的专业深造。在感恩之际，我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我感恩之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个是我1991年十几年前写给我妈咪的一个贺卡，当时我才18岁。后来呢，我这个上了大学之后，我妈咪就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呢考到国外去留学。所以我就把大学这个留学呢作为我的大学的学业的这个目标。咁喺我嘅媽咪嘅鼓勵下面，大學一畢業咧，我就能夠銜接出到美國去深造繼續咧去攻取碩士同博士嘅學位。喺臨別之際，突然間又諗起呢首詩，心裏面咧就好有感觸。呢個時候我都成為一個遊子啦。我都要出行，咁我媽咪咧同我寫咗一個小小嘅賀卡，呢個因為我係獨生仔，依家又第一次出遠門，咁父母當然有好多寄語，你睇下我媽咪係點樣俾我一個寄語嘅，呢個係喺我1995年。大學畢業前夕，我生日這個賀卡，我媽咪是這樣寫到：某心兒，我的祝福將伴隨你走遍天涯海角，我的心願將附利於你清靜光明的一生。這個我媽咪對過我這種寄予呢種希望，咁我就帶住我媽咪嘅呢種祝福，呢一種心願這個漂洋過海嚟到美國開始深造。咁由於自己咧總是覺得咧這個父母嘅恩難報所以好想咧早日咁去完成自己嘅學業。爭取能夠早日報答自己的父母，父母這樣來供給我讀書，他們微薄的工資收入很慳，這個跟我積落這些學費要我帶過去，當然帶得都不多了，這個在那邊呢，由於呢學習成績算是不錯，所以能夠得到全額獎學金。咁當時咧就靠呢個獎學金嚟自己嘅生活。咁當時報恩心切咁我記得嗰時每個月咧，我嘅獎學金係$800嘅咁我自己用得好慳慳成點咧？我同大家講一個例子咧，幾個中國同學咧一齊住喺一個啲宿舍啊，係好狹窄嘅。冬天咧好凍下噶都，咁我哋咧唔捨得開嗰啲暖氣甚至咧我自己咧都唔捨得咧買棉胎咁我自己從國內買咗一張氈帶過去，國內啲氈平啊嘛，咩嘢都平過外國啊嘛，咁就買咗張氈帶過去，冬天就冚住呢張氈睇住外邊有少少飄雪咧咁凍嘅時候咧。把所有的衣服都冚上嚟甚至即係真正想實在啲咧，把啲書本都壓上嚟，咁嚟取暖咁當時呢個有一個同學啱啱畢業佢畢業嗰時候咧，佢有一個那個高壓煲用咗好多年啦咁佢畢業嗰時候就想唔要啦，咁因為那個煲已經不是高壓的了，因為高壓煲上面有一粒那個定的嘛
啊，嗰、那個錘，嗰、那個錘都唔見咗啦，所以我冇辦法再高額噶啦。啊，咁佢想調嘅時候咧，我就話：你俾我啦，我就唔使買煲啦。啊，結果我個煲咧，啊，又用嚟煮飯，又用嚟啊煮湯啊炒菜都用佢。啊，我都用咗四年。啊，用到我博士畢業啊，我先啊捨得平。咁我就咁樣慳慳咁樣用自己嘅生活啊，降到咧最低嘅程度啊。咁每個月咧，我嘅呢個住宿加上食住合埋一齊啊，我都能夠慳出啊$300啊呢個美金啊，同我父母啊寄翻去啊。因為當時諗住咧，唉，我依家有收入啦啊，我依家即刻咧啊要寄翻去供養父母。所以每個月咧就咁樣寄張支票翻去啊。咁自己嘅呢啲零用呢啲錢咧，除咗食住之外啊，我一定啊每個禮拜咧同自己嘅父母打一個長途電話啊。咁有時傾起身啦，都忘記時間啊。咁啊，所以咧好多人都笑我話啊，你樣樣都慳，就係唔肯慳電話費。咁當時咧。這個我記得呢，自己因為沒有車嘛，啊，這個我四年讀書都沒開過車，啊，就有一部，啊，這個，有一輛那些自行車，啊，就踩著部車呢，上學的，啊，因為買餸美國呢，啊，這個買菜的地方和住的地方離得很遠的，啊，不開車都不行，所以每個禮拜呢，就跟同學一起搭人家的順風車去買菜。咁啊，養成一個買菜好快脆嘅習慣啊！一下入到嗰個超級市場咧，就一般係攞嗰兩三樣嘅菜啫啊！所以每日咧，唔係食胡蘿蔔加白菜，就係白菜加胡蘿蔔啊！咁啊，後屘先知道原來食呢樣嘢好健康喎啊！咁啊，呢個除咗自己嘅呢啲使用之外咧啊，我積蓄落嚟啲錢啊！每年咧都翻嚟啊，那個探自己嘅父母啊，因為知道自己一個人啊飄零在外啊，又好年青啊，廿零歲啊，咁父母當然擔心啦啊，所以一定咧經常向父母匯報啊，打電話寫長信啊，向佢哋匯報自己嘅生活咧，使到佢哋安心啊，咁每年咧都翻嚟。啊，讓佢見下啊！你睇下我都算啊幾好啊，請你哋啊唔好擔心啊。所以當時咧，我覺得自己咧雖然係同自己嘅父母啊遠隔重洋，但係個心啊都未離開過。咁啊喺留學生裏邊咧有一句啊俏皮話啊，就係一年土啊。兩年羊，三年就忘記了爹和娘啊，講呢個係好多留學生嘅啲寫照啊，一出到外邊咧啊，學曬啲洋人嗰啲啊嗰啲生活習慣啦啊，自己嘅爹娘都唔記得咗啊，但係咧，我哋自己感覺到啊，雖然離開父母四年，但係咧。未有同父母離開過，咁因為心啊叫做報恩心切啊，所以讀書咧就讀得好用功啊。原先喺國內都未有咁用功，一出到去啊非常之用功啊。呢個一日到黑咧啊，除咗自己嘅呢個鍛鍊時間以外啊，因為身體都好緊要啊，呢個唔鍛鍊身體唔好，呢個都對唔住父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嘛，不敢毀傷嘛，啊，呢個都係孝嚟噶。啊，咁除咗呢啲正常嘅活動以外，基本上所有時間都喺自己嘅課室、圖書館、實驗室啊，喺裏面工作學習。啊，而且成績全 A 嘅。啊，咁啊，當時咧因為專心啊，所以學嘢咧就學得好快。啊，修科咧，修嗰啲学嗰啲课程啊，我比人读得多，所以四年里边咧就完成咗硕士同埋博士嘅全部课程，啊就毕业了
當時我畢業嗰時候，我嗰、那個系主任嘛，我係學金融，金融系主任同我講話，你四年就能夠完成碩士同博士嘅課程啊，喺我哋大學你仲第一啊，第一個啊。咁我哋回頭諗一諗，啊，呢個係咩動力驅使呢？啊，仲係有一少少孝心喺度。啊，所以一畢業咗之後咧，啊，工作啦，有收入啦，可以供養自己嘅父母。啊，唔單止供養父母，我仲負擔埋我自己嘅阿爺阿嫲佢嘅生活，因為佢哋係農民，啊，佢哋冇啲退休金嗰啲嘢嘅，啊，所以咧佢哋生活啊都係由我嚟負擔。啊，咁啊，最近我啊一套房啊，俾佢哋安度晚年，啊，仲請咗個人啊嚟照顧佢哋。呢個孝心啊，我自己都覺得最能夠感動人心啊！你睇下喺呢個國內啊，就有好多呢啲了不起嘅人啊！呢一位叫做劉婷嘅啊，呢、這個人啊，啊，佢係一個十九歲嘅年青人啊，呢、這個考上咗大學啊，佢屋企啊好窮啊，佢自己啊冇錢翻學，加上佢嘅阿媽咧。又得了尿毒症啊！啊，即係腎壞了啊，就好苦啊，醫藥費都冇啊。結果劉婷就想話佢考上大學啊，攞咗錄取通知書啦，然後就想退學，唔去讀啦，喺屋企能夠照顧自己嘅阿媽。咁佢阿媽就話：你考上大學唔容易啊，啊，唔好為咗我啊，你失學啊，啊，就鼓勵佢。一定要讀書。咁劉婷咧呢個時候啊，為咗使佢阿媽開心啊，就決定啊，再苦都要去讀書啊。咁佢要靠勤工儉學啊，打工啊，去賺呢、這個學費，賺呢個醫藥費，同佢阿媽咧嚟治療啊。咁佢啊阿媽咧，因為喺屋企一個人生活唔方便啊。咁佢就孭住佢阿媽去翻學，啊喺大學啊，佢喺浙江省啊，浙江省嘅林學院啊，喺呢個學校旁邊咧租咗一個好細好細嘅房間，同佢阿媽一齊生活，啊咁就可以照顧佢嘅阿媽，所以佢白天咧去讀書啊上課，晚黑翻嚟咧就為佢嘅阿媽咧做家務，服侍佢阿媽。啊！咁後屘佢阿媽咧，因為患咗個尿毒症啊，醫生話只能係同佢換一個腎啊，做呢個手術換腎啊。呢、這個換腎啊，邊有錢啊？啊！咁啊，當時咧，劉婷咧就決定啊，把自己一個腎啊捐出嚟啊，你開刀從我身上咧。攞一個腎出嚟咧，可以咧移植到佢阿媽身上啊！咁當時佢呢一種孝心啊，使到好多人都感動啊，紛紛啊都解囊相助啊，攞出好多錢嚟呢個照顧佢哋啊！咁當時咧一個醫院啊，呢、這個亦都係啊非常之慈心啊慈善。義務免費咁同佢阿媽咧做換腎手術啊，咁啊腎都唔使你個仔捐啦啊，我哋呢度都捐咗個腎俾你啊。咁後屘好多人都知道呢個劉婷嘅呢種孝心啊，所以咧捐咗好多錢俾佢啊。劉婷覺得話：哇咁多錢我用唔曬啊！啊，我就只要用好少一部分就得噶啦，我唔可以因為啊我呢一種孝行。啊！呢、這個孝心係應該嘅，啊，唔可以用呢、這個啊嚟作為賺錢嘅手段，啊，所以佢咧只取好少一部分，啊，其他大部分錢咧都攞出嚟設立一個基金，啊，就叫做孝心基金，
啊，攞呢種基金啊嚟支持啊呢、這個供養嗰啲好似佢咁樣嘅生活困難啊，又亦都係孝心嘅呢啲細路仔啊，所以你哋睇下呢個劉婷啊，佢能夠把自己嗰種孝心啊，佢種愛心擴展出嚟，到社會上面幫助啊一啲同佢一樣苦難嘅人。所以他跟他媽啊，那個他媽嗰時啊，那個做腎手術嗰時候之前啊，他都想自殺啊，唔想去拖累住個仔。但係劉婷對他媽講話，話阿媽啊，你一定要活著啊，只要你活著咧，我就能夠堅持落去。所以。呢一啲孝行啊，使到我哋都非常感動啊！咁呢個曾子啊，聽孔子講呢部《孝經》啊，孔子同佢講啊，行孝啊，每個人都可以做嘅啊，上到天子啊，我話皇帝啊，啊，依家講話國家領導人啊，啲主席、總統啊，佢哋可以行孝啊。他们的孝就是把他们在对父母那种孝心扩展到社会服务于大众，这个就是行孝、啊、到一般的、啊、工作人员、啊、各级领导人、啊、到一般的人读书人、啊、乃至这些、啊这个、一般的凡人、啊、庶人都可以行孝、啊这个曾子听见老师啊对他这样一番的这个教导之后 啊觉得心开意解，真正明白为什么孔子说这个孝道原来是先王的至德要道，真正能够做到孝至孝，就可以说话可以做到纯正纯善，用这种心对待一切人，对待这个社会，就能够帮助构建和谐社会。所以他很赞叹，曾子他就说了，他说神哉孝之大也，你说哎呀不得了啊，原来孝啊这么伟大啊，那伟大在哪里呢？孔子就跟他开始了，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他讲话孝啊是天经地义之事、啊、这个人能够行孝就是在这里顺应天地，你看看天他有德，一种什么德呢？天是他可以有四时变幻，有日月星辰，这个日月星辰是天这个地下万物能量的来源，他可以成长万物，他还有四时的变化，可以使到万物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这些次序啊，周而复始啊，这个永远都不会间断。所以天的这个德行是什么呢？是一种仁德，可以能够发育万物啊。这个地，你看地，大地啊，能够啊这个啊生长这些万物啊。它有容乃大、啊、能够呢、啊、这个、啊、在乎、啊、厚德载物、啊、使到万物都在上面能够顺应天时的变化而生长、啊、这个地是恭顺天时、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如果人能够行出天那种仁爱和地那种恭顺，这一种
就叫做孝了。所以孝是叫做天地之德啊。所以你说多伟大，一个人原来行孝啊，他就跟天地相应，跟天地合一了，这个就是圣人。咁你睇下古来有咁一个故事，亦都系二十四孝里面讲嘅。啊，一个大文人叫王庭坚，啊，北宋时代嘅呢个文学家，佢亦都做过大官，啊，屋企都好富有啊，啊，咁啊屋企有好多啲丫鬟啊，啊仆人啦，啊，但系咧王庭坚啊。有一个好好的孝行，就是每天跟他的妈咪洗那个尿罐，因为他的妈咪很爱干净，一点邋遢都受不了的，所以王庭坚就每天亲自跟他洗那个尿罐。下人帮他洗，他说不需要，怕那些下人洗的不干净，一定要亲力亲为。所以你看王庭坚有这样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这样一个富贵，但是他对他的母亲的孝顺一点都没有减到。所以后人赞叹说王庭坚是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就是好像婴儿这样的心态。你看婴儿对自己的父母那种爱恋，那种依靠，一啲杂念都冇嘅，真正叫做纯正纯善嘅。咁父母对呢个婴儿嘅爱，亦都系无条件嘅，亦都系纯正纯善。所以呢个叫做父子有亲，父母和子女的那种亲情，这个是天性来的，这个就叫做赤子之心了。如果人能够把这种赤子之心，把这种父子有亲的这种亲情，能够维持一辈子，一生一世都保持这种心态，这种叫做纯正纯善，这个就叫做大人。大人者就不失其赤子之心。什么大人啊？伟大的人，圣人。真正是圣人怎样做呢？无非就是维持他那种赤子之心嘛，那种父子的亲情嘛，这种是爱心来的，把这个爱心保持下去，无论对什么人他都是这种爱心，这个就是圣人。所以我们说做大人的人不一定要做大事才叫做大人，要做伟大的人从哪里做起呢？从小事做起的。你好像王庭坚这个人，他为什么叫做称为大人呢？他每天跟他的妈咪洗一个尿罐，这个不是小事来的，谁不懂做呢？你比赞我都可以做，比赞你又可以做，谁做不到呢？但是难就难在他一辈子这样做。所以各位讲话，洗尿罐是小事吗？为自己的爹地妈咪洗下个尿罐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好像北方很冻这个可以捧一盆那些洗脚水这个见到自己爹地妈咪颈渴的时候捧一杯茶来甚至被跟父母煮一餐饭带父母出去玩一下开心一下，好像都是小事但是你们说这个是小事还是大事就是在这种小事当中
佢含有天地之德，含有圣贤之心，啊，纯正纯善，和谐世界从呢度开始嘅，啊，边度可以讲话小事呢？啊，所以真正行孝啊，就系大事，啊，所以孟子讲得好啊，事属为大，事亲为大，啊，咩事最伟大啊？原来孝顺父母的事最伟大。咁原来呢个孝嘅道理咁深啊！呢个我哋好好咁去思考一下。你睇下呢个我哋嘅老祖先啊，老祖宗啊，同我哋祖字啊，都好有智慧。中国的文字真是一种智慧的符号，啊，其他的文化里面的文字没有那么好的，因为你看这个字你就能够悟出其中的意思，啊，这个孝叫做会意字，就是你看见这个字体会其中的意思，啊，你看孝字怎么写的呢，啊，上面一个老字头，啊，下面一个子字底，说明什么问题呢？即是老一代啊和子一代啊是合为一体的，合为一体这个字就叫做孝字了，如果分开呢就没有孝了，所以这个孝是一体的意思，父母和我们是一体的，现在的人说唉，父母同我都傾唔埋嘅，啊，有代溝啊，啊，呢種咧就等於係老一代同子一代分開咗啦，個孝字就冇咗啦，呢個代溝呢啲名詞都係咩咧？依家先聽見有嘅，啊，以前都冇嘅，啊，所以咧現代人缺乏教育，啊，有科技嘅先進，但係冇真正做人的教育，啊，所以即使是读到，啊，硕士博士，啊，可能他都未受过教育的，为什么呢？不懂做人嘛，啊，不懂得孝顺父母的人他就未受过教育的，啊，那我们再仔细想一下，啊，这个老一代和子一代合一啦，啊，我们父母和我们是一体，啊，咁父母在上面咧，佢又有父母喎，啊，子女下面又有子女啊，啊，咁过去系无始嘅，啊，老一代上面又有老一代，未来无终嘅，啊，子一代下面又有子一代，啊，过去无始同未来无终一体，啊，呢个就系真正嘅孝道。换句话来讲，在时间上，啊，过去现在未来一体，啊，在空间上，啊，十方，啊，一切的空间又是一体，宇宙为一体，这个才是叫做孝道，啊，所以真正这个孝道做到圆满，这个世界是和谐的，这个宇宙都是和谐的，它是一体的嘛，啊，如果中间还夹杂着，啊，分别，啊，执着，这个一体就破坏了，啊，它就不孝了，啊，所以，啊，你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老师经常说，啊，真正成佛之后，啊，你孝道才做到100分，啊，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点烦恼在这里，啊，这个妄想执着，妄想还留着一分，这个孝道一体都被破坏了，啊，所以哪怕做到等觉菩萨，啊，我们老师说话他还有一分的生相无明，啊，这个还是烦恼，啊，破坏了这个本来一体的，啊，这种状况，所以还是有少少未能够尽孝，
所以要话真正要修到好似佛咁样嘅如来咁样嘅境界，你个孝道先做到圆满啦。所以纯正纯善啊，做到圆满就成佛啦，亦都系尽孝啦。我哋都系啊，中华呢个后代炎黄子孙啊，要经常谂下我哋啊，对于我哋嘅先辈，我哋嘅祖宗有冇尽孝啊？有冇同啊祖宗啊啊合为一体啊？祖宗留落嚟俾我哋嘅呢啲文化啊，呢一啲傳統，我哋有冇去發揚光大？啊，如果冇嘅話，就冇一體啊！啊，呢、這個我哋對唔住老祖宗啊！啊，呢、這個就係不孝啊！啊，所以你睇下依家嘅中國國家領導人啊，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啊，佢曾經喺啊2001年啊啊訪問美國啊哈佛大學嘅時候，就發表了一篇演講啊，這個演講題目是把目光投向中國啊。他的演講裡面說，中華民族具有極其深厚的文化底蘊，人類正處在社會 急劇大變動的時代，要回溯源頭，傳承命脈啊，命脈中華傳統，我哋有冇去傳承啊？呢、這個老祖先嘅命脈係乜嘢咧？就係、是、我哋歷久彌新嘅中華文化。假如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夠繼承啊老祖宗嘅呢啲文化，可以講話冇資格叫做中國人。啊、中國人這個名稱、啊、是一個偉大的稱號、啊啊、我們能不能夠擔當得起、啊啊、假如我們皮膚膚色是中國人、啊、滿腦子都是那些、啊、現代的思想，西方的思想、啊、把老祖先的那些文化傳統那種教诲通通忘記了，這個就是說得不好聽就不孝了。所以我自己咧都感覺到，啊，作為我哋中國人，作為一個炎黃子孫啊，最緊要嘅就係把我哋中國嘅呢啲啊聖賢教育發揚光大。啊，咁我呢、這個啊一直以來啊啊都呢、這個啊喺我嘅工作之餘咧嚟學習呢啲中國文化啊，如釋道啊，三家的文化啊，有機會咧就把自己的學習的心得啊，同人啊分享啊。咁最近咧啊，我老師咧就勸我啊，把工作放下啊，要全心全意啊去推動啊呢個聖賢嘅教育啊，咁好嘅教育冇人去講，冇人去學。啊！呢、這個就係對我哋嘅老祖先啊，呢、這個太對唔住啊！所以既然學到啦，知道啦，啊，就應該全心全意啊去做呢個事情啊！所以我自己咧都覺得啦，啊，真正要同老祖先盡孝啊，要做出一啲犧牲奉獻啊！所以咧，把我嘅依家嘅工作辭退啊！全心全意咧做呢個聖賢工作啊！好多人都覺得好奇怪，特別我喺昆士蘭大學教書噶嘛啊！我哋嘅大學咧係澳洲咧啊名牌大學嚟嘅啊！咁啊，我哋嘅同事就吃得驚，你都已經係我哋學校啊終身教授啦，得咗 tenure 啦啊！攞 tenure 係唔容易嘅啊！好多人拼搏咗啊幾十年啊，可能先攞得到。啊！咁我哋真係好幸運啊！啊，呢、這個
老祖先的福德加持这个30多岁我今年33岁就已经成为了昆士兰大学的终身任职的这个教授副教授自己感觉到亦都是很幸运但是呢这些事情工作往往是阻住很多时间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呢是能够去恢复去推动传统的教育两者不能够兼有只能够舍小的取大的咁喺呢度咧，我對我個媽咪啊非常之感恩啊，因為佢支持我啊。我之所以有今日啊喺學術上咧都算係有啲成績啊，咁啊最近啊呢、這個我哋澳大利亞咧啊有一個學術界嘅排名啊，就排到咧我係呢個金融學術界領域裏邊咧呢個即係學術水平啊。是第四名的即是整个澳大利亚加上纽西兰算是小有名气我原先在美国呢教了几年书然后呢 在昆士兰大学呢、这个、教了4年现在呢也都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也都还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呢那些同事都很看好我这个好像我们院长 我向他提这个递这个辞职书的时候我们的商学院的院长跟我说你这个人家呢如果说学术没那么好呢走你这条路呢还值得理解那你现在呢还走这条路我真的只能够吃惊我想不通当然他想不通因为他没有学过中国文化所以受老师的这个启示真正生起一种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真正有这种心这个自然得到老祖宗的加持得到诸佛菩萨圣贤的加持所以呢行在这条路好像很顺最顺就是觉得呢得到我父母的这个支持我开始发这个心还不敢讲给我的爹地妈咪听因为怕他呢反对因为反对呢我不可以离开因为父母培养我我妈咪是最希望我成为一个教授我现在做到了怎可以这么容易这个这么随随便便就舍弃呢但没想到呢我妈咪呢对我这个决定非常之支持甚至呢这个带我去我们老师那里去拜师这个希望呢我能够全心全意跟师父上人来学习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呢跟大家呢就这个截录了我妈咪请给我们老师的一封信这个是他带我去这个拜见师傅的时候他说把我等于捐出来这个由师傅呢来带领指导我将来所行的这个圣贤教育之路咁呢一段话呢封信好长呢度係最后一段话咁我媽咪呢係咁样讲
今日咧我好高兴，到大善知识呢度咧送子拜师，啊略备啊缩啊呢个束修之礼，啊还请少立，今后谋心啊同你学习，离欲心正念，正慧修梵行，为众开法藏，讲师功德宝。做母亲的我，当自心念佛，常勤精进，生安乐国，衷心感谢你的教诲。我哋母子啊，都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仰慕孔子、佛陀。从今而后，我哋要过觉者的生活。至诚感恩师父上人你的教诲，我哋现在更加懂得宝贵和珍惜。愿你长住宏法利生，觉者会源源不断。所以我妈咪咧，从细到大所对我的希望，啊，这个在世间法里面咧，希望我做这个学术的啊，一个佼佼者，啊，能够做到教授。但系依家佢咧回心转意啦，佢觉得做一个世间大学嘅教授，啊，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嘅贡献，远远比唔上推动圣贤嘅教育。啊，所以咧，佢对我呢个决定非常之支持。啊，咁我非常之感恩。啊，喺这个今年的一个生日，他的生日上面我跟他写了这样的贺卡，啊，这个贺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妈妈，妈妈敬祝你生日快乐，在过去33个年头里，你用爱心之土培育，以智慧之水浇灌浇灌，啊，使我从一个小树种逐渐发芽、茁壮、长大。回首走过来的路，你现在可以欣慰地说，我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为社会培养了一名博士，我当上了教授的母亲。你带领我跟随正公恩师学儒学佛12年，帮我扎稳了仁义礼智信和戒定慧的修学根基。而今正是你收获果实的季节，你却以毅然把果实奉献给社会大众，支持我走上圣贤教育之路，而舍弃令人羡慕的大学教职和收入，这是你的无私奉献和一种天下为公的情操。回首走过来的路，我万分感恩地说，亲爱的妈妈，你不仅生育了我的生命，而且滋养了我的慧命，这一种恩德真是百千万劫难以回报的。在即将开始全身心投入圣贤教育之际，我仅献上小诗一首，略表达我无限感恩之心。咁我就写咗一首小诗，题目叫做《感恩慈母颂》。咁呢首诗咧，用国语嚟读咧就会顺，就会押韵。咁用广东话咧，可能就差少少。春秋六字转瞬间，育儿辛苦30年，直有孟母勤策力，而今家慈不扬言。不恋高薪教授衔，唯希独子德比天。从来豪盛本无种，但以成名度世间。咁呢首诗咧，就表达了我对自己母亲30多年的一种生育，教导之恩，这个真是我的，母亲，可以说她是不让孟母
啊，我哋知道孟母啊教到出孟子出嚟啊，因为佢好识教育啊。咁我嘅母亲啊，对我亦都系啊嗰种智慧嘅培养啦。啊，我自己觉得不亚于孟母，不过我冇咁争气，我就不如孟子啫。啊，咁咧亦都表达咗我对我母亲嘅呢种愿望啊，希望我能够咧啊真正学圣贤啊，立身行道。啊，扬名于后世啊！我哋唔系求扬名，求系求立身行道，能够对父母啊尽大孝啊！咁我哋要知道圣贤啊，同我哋凡人唯一嘅区别就系佢有纯正纯善之心啊！用印光大师讲嘅说话就系佢有诚明两个字啫，诚即系真诚，明即系明白，佢有智慧。这个圣明就是圣人的这个心态，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学到好像圣贤这样的纯正纯善的心，这种圣明之心，那做豪杰做圣人这个是不难的，从来这个豪圣本无种，不要说你这个豪圣是有种的，不好的，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可以做豪杰，人人都可以做圣人，只要把我们的真诚，把我们的智慧显发出来，把我们的纯正纯善之心显发出来，把我们的真实的孝心显发出来，做圣做贤都可以做到的。今天的时间很快到了，多谢。咁啊，听日咧，我哋同一时间7:30咧，我哋再聚吓。咁听日咧，我就想同大家报告吓，我自己一啲这个对于孝道方面嘅一啲学习嘅理念，同埋我自己如何嚟修学嘅一啲心得体会请大家多多指教，多谢大家。